要做什么？有小乌龟耶！我的血为战争沸腾。这就叫废物利用。强盛落败是自然的道理。火焰与鲜血，我暂时认输。海底就是最棒的宝藏。最尾整下就得噶啦！这就叫废物利用。死者都抵了，来看看我今天的运势。要做什么？要做什么？我的血为战争沸腾。有小乌龟耶！
咋办？